华丽的动作，美艳的服饰，这就是现今最流行的印度舞。位于台北市中山区的刘丽丽舞蹈团近年来开始致力于印度舞的推广，结合了传统舞步与现代的元素，希望让这股异国风能够彻底的在台湾发酵，并且吸引更多的大小朋友一同加入印度舞的行列，体验来自远古印度的曼妙风情。有20多年舞蹈教学经验的团长刘丽丽，15岁时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开始了自己的舞蹈人生。期间为了精益求精，还一度远走他乡，只身在国外奋斗。在自己努力不懈的坚持下，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舞蹈团。现今刘丽丽舞蹈团已经成为了各类活动争相邀请演出的对象，但丽丽老师在忙碌之余依旧不中断自己的舞蹈教学。她希望将自己的舞蹈热情散播给更多热爱舞蹈的人，和大家一起用心体验跳舞的感觉。